诸恶莫作，忠善奉行，自正其义，是诸佛教。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义，寂灭为乐。讲人话啦！师兄弹数好高，真系有眼不识泰山。真系相逢恨晚，闷闷地，不如联络下感情咧。联啦！你唔想打官司啫，有好多方法嘅。我啊，不必着意尘街景，自有棋逢迎早春。赢输呢啲嘢，黎汤整定啊！仲有呢封咧，系我辞职信，请笑啦。笑你个头唔收啊！杜班良，虽然我都有啲唔舍得你，但有强奸冇焗到，你留低我个人又有咩意思呢？你帮我抢呢个袋啊！边度啊？诶。哇！隔篱嗰个袋系嘛？喂喂喂喂喂，你掘钱啊？喂喂，冇嘅。哎妈，咁跌咗。喂，你又玩我？谁人会爱我这种孤儿仔？流落到各。喂，细路，咁细个还偷嘢？咁尽量偷啊！喂。哎，八哥。我亦令莽撞的身体，若想抱抱就等下一世。是不是不给面子？我抢劫我警之外还有个朵叫钉绳。我们两个呢，不知道还以为你夹了很久。我屋企中华舞厅这么多年，平均跟到我必的只有1.3人。观众很善忘的，他们不见我一年半载，他们就不会记得我的了。唔紧要啦，一份工啫，唔好睇到天咁大。你点解望住我嘅？我讲嘢系咪好大声啊？我嘈到你啊？行啦，你又光等紧你啊！你听到我讲嘢。